不过啊，人溺水的时候真的会发现吗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溺水的时候竟然有的时候完全没有挣扎的迹象，尤其是幼儿和不怕水的人，有可能呢他们在游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一下静止不动了，整个人呢直立的在海中央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异状，但其实已经溺水了。而且很多人不知道，原来溺水之后不会呼救，而且眼神呆滞，也没有办法来挥手求救，看起来非常不像是溺水。但是这个时候只要你问他一句话，他如果不能回答的话，就要赶紧帮他求救。暑假才开始就发生好几起溺水事故，很多人以为溺水的人一定会挣扎呼叫，其实还有一种溺水情况是静静地站在水里，尤其是幼儿和不怕水的人，对水没有太大的恐惧的时候，反而我喝水了，我会继续喝，然后发现这就无声无息的就下去了。就有一个7岁男童游泳游到一半静止不动，没有挣扎，教练在第一时间发现他溺水，立刻做 CPR 才把人救活。当你看到有人头在水面上，眼睛张开，嘴巴半开，身体垂直在水里一上一下，叫他却不回答，是因为他已经溺水无法讲话。小朋友的话，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认知比较没有的话，他们在吸入水的时候，他们会以为是在喝水，然后他可能嘴巴张开的时候，又在水里面的时候，又再喝更大口的水，然后以至于他们说，声音出不来。教练提醒，学游泳之前先学如何自救，水中跳跃、水母漂，还有游泳不要游太久，下水40分钟到1个小时就要上岸休息，补充热量，避免意外发生。记者彭淑清、王明雄台北报道。